这个剑姬也带的是点烟，这剑姬。对面还有个角猫，这把看女枪跟赵信打伤害吧，我们就右一点，可以了。对面没有前排，没事。谢谢可乐炸养鱼的飞机啊，谢谢谢谢。现在50%的中奖概率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啊。大家如果有大气可以刷点大气，我们差三个大气，今天佛星挑战任务完成啊。没有人能够突破我的枪围，即使敌众我寡，末将亦能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。全军出击。在痛饮你的鲜血时，没有人能够突破我的枪围，没有人能够突破我的枪围。自己打吧，哎，算了，给你打两下吧。走了啊，兄弟。我们现在不打，一会儿就大了。没有人会直接就啪嚓一下那么大，那你有点快。我们这都得慢慢来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兜扎不灭 A 走，哎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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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啥意思啊？这没事啊，有点凶啊，我们吃个药先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不要往前走啊，他闪现扣我们，我们可能会死。可以，还有助攻，不错啊，没关系。哎，吃个小兵回血。哎，这玩意儿太笨了，你知道吧？谢谢佳敏的飞机，还有两分钟开奖啊，马上结束了。我们的血马上就满。起。打个爆破走了。刺你一下，起，哎，口臭，刺儿，你没带药，我再刺儿，起，刺儿，刺儿，别着急啊，先打个小兵升个级，升个 E， 刺儿，点烟，刺儿。还有一分钟，谢谢可乐的飞机，谢谢一号老咸鱼。现在是1/4的中奖概率啊！哇哦！刺儿走了，不打了，回家了。为什么你一直掉帧呢？好帧不让你看了，我看你怎么看着。先生有何吩咐？把这俩卖了，卖了吧，卖了500点蓝，我就不要这小饼干了。还有50秒开奖啊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现在是1/4的中奖概率。口臭，刺儿，我能渡万劫，
还有五秒啊，马上开奖了，谢谢老板们的被口臭起飞。哎呀，这都能给挡住，刺儿刺儿，插个眼儿来，起来，摁一下，哇，起来，刺儿，干哈呢这？四个小兵。打个爆破，我们赌他一手，他五级。嗯，他五级，我们赌他一波啊。少了啥都会显得不够文明，不够文明，口臭起飞，刺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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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药，刺儿点盐，死了，要吃还是要刺儿，别让我刺儿着你啊，小伙子又跟我要圈，那我们养着他，别着急啊，哎一下，这不烫死了吗？这让我们像绅士一样战斗，这只能又吃小兵了，这没办法了。本来我先养着他，我把他吃了的，但是不行，刺儿沉默，刺儿吃小饼干，闪现刺儿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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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虫子，你这个小虫子，刺儿起，有没有人要喝茶，走了，来个双火护手，嗯，我的皮鞋呢，皮鞋出不了，那来个小布甲吧，把皮鞋自己给十五秒，给这个小饼干救命了呀，这小饼干，事实证明小饼干有的时候还是别卖，你知道吗？起，再试试吧，扎我，兄弟往我这边走，起刺儿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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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，我们已经无敌了，嗯，无敌了，把这层塔皮给他吃了，我们养着点这个剑鸡啊，多吃他几回，刺儿刺儿，沉默起，刺儿小兵，刺儿刺儿，看看有没有红 buff， 不就是个老螳螂吗，干什么呢老螳螂，刺儿起来点盐，刺儿，小虫子还跟我打，我这么大，是个小兵，这峡谷先锋应该留给我呀，
哎，我的塔，哎，我的医学塔。28秒大，先回家，这边回家啊。出个什么能大一点呢？啊，啥？啊？被谁追了？我来了，起刺儿，刺儿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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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像绅士一样战斗。走，回家。哎，打个爆破再回家啊。我再升一级，我再升一级，我就变大了。变大以后我们来一个加血量的装备，看看哪个装备加血量加的多。变大狂徒的话是800血，有3000点血。狂徒黄图也行，这个也行，这个跑的，哎，这怎么感觉这个血比这个多呢？来这个，这个血看着比较密集一点，我觉得。再来一个魔抗海吧，这把。跑得快一点。现在吃小兵差3个。小龙我们没法吃，我们先打个呀。下路下路这俩美味，哎呀，美味的小东西走。哎呀，这两个美味起，先吃你。吃一个红 buff， 兄弟，嗨呀！你这个赵信，起呀！闪现了，致命点人，沉默，起。有红吗？螳螂没打红，有红，把红打了去。大招的吸地有点长啊。厚颜无耻的小杂碎！现在艾克一个大，我们应该能把它吃了，嗯，可以吃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！我有多肉你知道吗？你吃我，你跟我打，吃个小猫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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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需要点移动速度装备，我觉得我得来个自然之力。如果一个大虫子，它既肉跑得又快。那么他等于无解。有没有人要喝茶？没有吸地呀，吸地呀，那吸地出啥呢？没东西出啊。我给他沉默了。
你可跑不过我，你的移动速度哪有我快呀，兄弟？这人怎么不放大呀？先生有何吩咐？想打我？你俩在塔下都没用，我一口吃能吃的半管，我现在吧能吃696。他一共1200滴血，我挨他两下我就能把他吃了，把他吃了，先把这个吃了，呀，呀，你这个小虫子，我让你看看我有多大，叫爸爸。回家了，下一个出黄图吧，正好来点捡西地，黄图捡西地，嗯，黄图出完还差一个，差一个装备可以来个捡西地的，看看哪个捡西地啊？来这个吧，这个捡西地。娘娘娘娘娘！我大不大？我就不上了，你们上吧。这哪来个剑尖啊？这人这不行了，这得上了啊！这得追啊！他要出塔，我们指定得追。你往哪跑？你能跑得过我？你知道我跑得有多快？我刺儿，沉默刺儿，起小猫刺儿，刺儿。我还没到16级呢，能不能让我到个16级？这样我就能给你们看看我到底有多大。给个蓝吧，老弟。黄图是2200。啊！艾克，艾克，我们能追，我比他跑得快多了。这你可跑不了，小伙子。我有减速的啊，可以大树，我们这两坨大肉，耗死他。你这个小弟弟，把龙打了，把龙给吃了。尿尿尿，回家了，我们黄图了。我好像又大了一点，我看看是不是大了一点。大了一点。买完以后就大了一点。这扭曲树精是预言家是吧？刀了，对面怎么还不点呢？啪，点了。